环境技术，为世界的环保节能贡献卓越力量。现在，请和我一起踏上这激动人心的汽车鉴赏之旅吧。首先为您介绍的是我身边的这款 Toyota Aprilia， 它是 Toyota 新兴研发的新一代个人交通工具，随性而出，随缘邂逅。Aprilia 为了